是全国高考的日子，王俊凯作为 TFBOYS 的队长主唱，也是三中唯一的90后，出生于1999年，今年正参加高考。两位小弟昨日也在微博上送上了祝愿，闭关已久的小凯将要踏入高考考场，希望小凯沉着冷静，圆满地走完这段人生必经的旅程，等我们的准大学生凯旋归来。两人还秀出了一对联，抱一个中一个，实力啊，考一门过一门，厉害呀。今天还有网友在微博上曝光了两张学校老师在王俊凯去考场的路上夹道鼓励王俊凯参加高考的照片。在照片中，一行人身穿统一的红色短袖，面对路过的考生热烈鼓掌，王俊凯还被这个场面逗乐的笑着跑开了。照片曝光以后，有网友说道，这个应该是学校的老师，我们高考之时老师们都穿上了红衣服在校门口加油打气，很正常。网友们也纷纷为考生们加油，希望全都超常发挥，期待王俊凯考试结束后在对答案时发出杀猪般的笑声吧。